宜兰夏日去玩水一定要留意您的安全。在屏东南湾现在也传出了水上戏水的意外，有一名女子乘坐有驾驶的水上摩托车，没想到却在高速飙浪的时候呛水受伤。而最夸张的是，肇事的驾驶居然只有14岁，没有驾照。没有教练执照的14岁少年就骑着水上摩托车载着女游客飙浪，不但没有依照规定穿着救生衣，也没有戴头盔，就在一个大转弯时让女游客落水，游客在水中挣扎，口鼻严重呛伤，送到医院去，他还没有发现哦，肺部有积水，也没有受伤，只受到惊吓。惊吓，我们业者也带他去收金了。发生意外后，14岁的少年十分自责，业者也拿出诚意赔偿到底。他本身哦，因为要去捕鱼，然后那个他小朋友是为了说贴补那个家计哈、哦，然后下去帮忙一下当教练啊。想不到一分孝心酿成意外，因为没有专业教练陪同，垦管处依法可罚业者3000元，若不改善还可以吊销营业资格。而相关业者也出面澄清，这是特殊案例，往后游客搭乘前可以要求教练出示执照，保障自身安全。